哎，我回。你们家厨房呢？你？我的妈呀，回来了！我不正在给他做饭吗？哎呀，我这还怎么做饭呀？啊，有了有了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走走走。这哪儿啊？这哪儿合适吧？新开的店，正在招募无烟厨房铁官呢。真的可以？那我开始了。来卖场做饭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就来替你们尝一尝。啊呸！感受感受，我得赶在儿子放学之前做好所有菜，所以得抓紧时间，先用蒸箱功能把虾蒸上。水和水是满的，老板很贴心啊，这个操作界面好，一目了然，都不需要问销售员了。这小子昨天说想吃披萨，又不爱吃厚饼底，那就用手抓饼做个薄底给他，来个一盘四拼披萨。第一种自然是最经典的海陆至尊，第二种香肠番茄，第三种他最爱菠萝，最后来个网红款布朗尼可可，尝尝鲜。披萨得用烘烤功能，幸好烤箱和蒸箱是分开的，又可以节省时间了，比在家还方便。这上炒煮下蒸烤同步进行，中西合璧，最快15分钟可以搞定食材一汤啊！但没想到这个油烟机吸力这么大，这就完全不用担心厨房二手烟了。赶紧调个料汁儿，待会儿蘸虾吃。小手小姐姐还贴心的给我提供了佐料，所以这个万能无敌的蘸料也完美了。哎，海鲜蒸好了，热气腾腾，鲜味扑鼻，披萨也差不多了吧？先尝尝这个布朗尼可可，非常可。别的口味自然也没得说，边上烤的焦黄更好吃，还用蛋挞皮烤了个芒果酥。好吃，再尝个虾。哎呀呀呀，赶紧走了，赶紧得回去了。妈妈，你确定这是你做的吗？你尝尝。这味儿对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来个是个布朗尼的，真好吃，海陆披萨。这四个披萨哪个口味的最好吃啊？不是布朗尼最好吃啊？还得赶紧收拾你的战场去。哎呀，明天我就换一家精酿去。